Freddie Mercury 死而复生，重返舞台跟乐迷摇滚。摇滚天团皇后乐团已故主唱 Freddie Mercury 在音乐剧《We Will Rock You》十周年纪念演出场将重返舞台。Freddie 过世已21年，但他的音乐天赋持续被全球乐迷怀念。吉他手 Brian May 说，他们会利用视觉上的错觉让 Freddie 复活，但否认会用全息影像。他还补充说，他们已尝试好多年要召唤 Freddie 重返舞台，但都不成功。他们最后是用了什么魔法呢？这个大伪装者应该被动画重现，还是好好安息呢？你觉得把已故明星拉回舞台是好主意吗？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看法吧。刚才影片你还喜欢吗？赶快帮我们按个赞啦，或者是帮我们收藏到我的最爱。哎，我爱你哦。